时刚刚列车的那112年，瑞芳，112年1月31号，瑞芳站了，8:49。8:41，五二次哦。啊，完蛋了。他卡我那个地方。Sorry。是我是白发，这叫眼药服务。那给你找一下上面东西吧，行。937，选了。会卡这边。我看到你。右侧开门。937圈的是一五二七。他要带 B60410，这个要能带。2004就对。三次二次哦，还好。教会那个，给他冲了。1月31号8:50。他骑车门。23次哦，沙发这叫眼睛啊，树顶的要5.5圈了。那以及四五二次百五八这叫眼睛要补，跟你说一下上面都多把钱。937圈了。8:51，大家拜拜。